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06期的节目。今天的话，接着给大家做 SS 第57号的 Offroad Bumblebee， 就是变成吉普车形态的大黄蜂。这个玩具我期待度还是比较高啊，因为变成吉普车形态的大黄蜂之前在我的收藏里都是没有的，应该大部分的人还是都没有才对啊。那造型的话也是比较新颖，和绘的话呢就不再多提了啊。那这个黄色很狂很暴力的家伙呢，如今是其实他根本就是相当于 G1 里头的这个 Hara 的一个地位啊，成为了 Artemis Prime 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过来的一个青年战士。那各位先给直截了当的跟各位讲好了，这一款呢最多能提的恐怕还是带来一个下盘啊。你看他这个下盘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固，脚板的话呢极为的巨大啊。作为一个流氓蹲的话呢是非常的简单啊，不只是流氓蹲啊，它这个单膝啊，这个单腿的这个抽射门的这个动作的话呢也是难不倒它的。这个只要你重心稍微去把握一下后面的这一个板子的话，你去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控制，基本上呢能够做出一些蛮奥妙的一个动作。像是这个如果你切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就是会有一个类似在奔跑，如果你把它压得稍微低一点点啊，然后两侧的话呢去控制一下的一个重量啊，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像是奔跑状态下的一个大黄蜂。那其他这种至于这种单脚啊这种这个一字马的这种动作的话就更不在话下，这个对他来说是一点都不困难的，一点都不困难的啊。那既然做个一字马，我们就既然给他做个这个头上要调整一下啊。这一款主要都是在玩他的一个下半身啊，包括变形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它这个地方是使用了球形关节，是比较容易松的啊。有人玩个几次之后呢，下盘就已经松掉了啊。这个就看人品了啊，看人品了。那么这款大黄蜂啊，顺便提一下好了，这个球冠这个部分 ，SS 系列目前，感觉还是在用胶用料跟一些设计上还是感觉比较 cost down 的啊。像这个地出或是围城的话呢，像这种地方是几乎是不会使用球冠的，这个已经不下数字给大家提过了。那一样是球冠的话呢，手臂这两侧呢则是非常的紧啊，转动的时候呢还稍微吃一点力气。那它还有一个配件，就是这个枪，在这个枪的话呢是比较特别一点啊，主要是它的一个造型啊，一样是一个手炮没有错，但是它的这个手炮的话呢，它是一个握枪式的一个拿法啊，拿起来给各位看一下。我要提的只是说呢，它的一个造型，你看这一侧是外面有包覆的，这一侧是没有包覆啊。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包覆面朝外，但这款玩具是反过来的啊。这个包覆面呢是要朝内，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空间啊，让它把这个枪呢给顺利的放下去。依照说明书的一个说法呢，这个枪如果你不拿在手上的时候，是可以用这中间的这个卡槽的话，就把它卡在这个人物的背后啊，基本上也是一个。算还不赖的一个隐藏吧啊，人形下呢是有一个东西是比较，就这一块啊，这一块你看又是吹了一个，我不是指后面到底是后面有个洞还是前面有一个凸啊，这个就看你怎么去想象了。那它这个部件的话呢，在变成车的时候呢是弥补车子底盘的一个空洞用的，人形下就会变成这里有凸一块啊，稍稍有一点点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变形的时候我完全没去变到这一块，就跟各位提一下而已。那背包你可以看到非常收的算是非常干净了，几乎是整个是平的，可以说是没有。这个方向盘的话呢，你如果把它转到那一侧啊，可能会感觉更干净一点。那么手臂的话呢，这一带啊就造型是有了，那但是你看到这一带是不是这是大黄蜂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肩膀的一个造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涂装吧，就是太素了，如果勾点墨线做点旧化，这款的话呢应该是会蛮有看头的。那它这个胸部的话是属于一个假胸，但这个假胸还算是有点意思的。然后整个一个车头啊，这个地方也透明那个部件，头部的话呢要稍微的去把它往下面压到一个定位啊，往前面稍微压一点，因为它这个头的一个可动关节比较多，你必须把它往前面压一点会比较正常。如果你就是没有把它往很后很前面压的话呢，头部好像跟身体的话呢你会感觉有点奇怪，我如果稍微弄这个样子，你会发现这个好像很后面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我会习惯把它往下面压一点点。头的可动性还是很好啦，就是左右动啊，上下也可以动，因为变形的需要，所以它这个往前面飞啊，这个借位拍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手臂平举360度转动呢，就是被轮胎稍微牵制啊，额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弯超过90度一点点
啊，然后这一代稍微的，就是稍微单薄了一点。机器人来讲的话，这一代的一个比例是稍微有点失调，不过这问题都不是很大，只是说我刚好有看到而已。腰身是可以转动的，脚的话呢，可动度的话就是这里中心是一个球冠，外摆内收的位置呢，比较意外啊，居然是没有一个，对吧？它是没有外摆内收了，这一点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啊，包括整个下面整个都没有。但是很奇怪啊，这一款。虽然没有外摆内收，可是玩起来的话，它的一个下盘玩法的稳定度啊什么的，其实还是蛮够的。这也是让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这款玩具。它整个下盘就是一整个好玩啊，整个都在玩它的下半身。那腿的变形到时候也是很有趣啊，轮胎是收在小腿后方。头胶的话可以说是比较少啊，脚板很大，两侧是不对称的一个造型啊，这都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加分点。那么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可以说主要还是在玩它的下半身了。那我们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成下半身的一个环节啊，变形成吉普车啊，不是变形成下半身啊。首先的话呢，后面这个背包是可以把它整个给挑出来的啊，挑出来之后就是把它给解开，然后这个胸口这个部件啊，把它往前面放，然后把这一块就先把里面这个 bumper 这块把它整个的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把这两个你看。这是车子的一个前方出来，这两片假的就可以收进去了啊，假的就把它往内折进来啊，这样就可以了。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头，这两侧手臂啊，这个往下放下来，往下放下来之后呢，把头呢给往上面缩进去，先收头啊。那这个头的话是整个是这样，比如整个是把它完全给打正，然后你看到这里又打一根铆钉，然后整个头是往内翻进去啊，这样的整个的都给翻到内侧去，然后两手臂放下来。好，这样子，在这个情况下，把这个部件呢往前面推过来。它的话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有个凸啊，两侧都有凸啊，对应内侧这里是有个洞的，就直接的往前面这样子把它给扣下来，两侧都一样扣上去。然后前面的这一块部件也可以往前面推过来了啊，上面捏紧一下，自然而然都会推到一个定位。这一款的公差呢计算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然后呢，后半部的话呢，把这一块就刚我说这个人形的这个。脊椎末端这个部件呢，把它给翻出来，它只是打平而已啊，它跟其他部件好像没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置。那这两手臂呢，先暂时的不要管它，我们先方便我们做后面的变形。腿的变形就真的非常的有趣了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往前面翻出来，再来把轮胎的话呢，整个的往这里翻出来之后呢，这里还是有一个这边整块部件。应该是怎么说啊？我们这样来对比好了，我刚好两腿这边两腿一起做对比好了。它是这样子，把这个轮胎翻出来，你看吗？它这个轮胎本来是收在小腿内侧，透过一个双动关节，把它从小腿内侧移到外侧啊。这边就是一样的一个结构。我如果从这个镜头带给各位看，可能你就知道了啊。这个部件先翻出来之后，这里本来在这里推出来之后，然后把它往外面推出来啊。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个解说，可能各位会看得比较清楚。那翻出来是整个的翻出来，因为我们还需要这一块部件来完整它的一个造型。好，这个腿的话呢就翻到这里，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后面这个部件反转180度之后往上推上来，然后呢把它跟这个小腿的这个侧边这一块做一个结合，在这边有一个结合卡扣啊，这边理论上这边要先变完了啊，我只是刚刚先给各位解释一下这个轮胎移动的一个结构，到这边脚底板呢跟这个小腿侧边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再来的话呢这两片部件往上面推啊，这里，然后呢两侧呢这个地方。把它打平打正咯，这个地方打平打正，你可以把这个地方这个部件这个地方把它往前面推过来，到这边压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是有个凸，它就是扣进这个大腿侧边啊，它是有一个凹槽在这里的，这里这样把它给扣上去，这样一来的话呢，两条腿就是都打直了，然后注意一下啊，这一块啊，这个不小心碰到了。这一块记得要把它给翻平，翻平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做特别的一个结合卡扣，并没有。然后呢，两侧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这里，那合并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呢这一块往前面推，这一块先往后面推啊。待会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了啊。那这里的时候呢，这个腰身啊什么的要稍微转正一下，不然中间这一片部件呢会没有办法平稳的放下去。好，两侧做一个结合。再来就是我可以提的啊，为什么这一片要往前推？因为它是一个上下咬合的，这一块先到定位，这一块从下面往上面推，它就会刚好去卡进去啊，刚好会卡进去。其实同时推也不是不行啊，这里用一点塑胶的韧性也是可以轻松卡进去的，但是我习惯是把这个往上面推一点点，之后就把这两个座位往后面放，然后呢再会调整一下，整个拉正这个挡风玻璃往后面推啊，这个方向盘这里稍微捏紧一下。最后就是这个手臂了啊，手臂的话呢，你是把它反转到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的，它的一个侧边这里啊，看到没有，这里不是有个洞吗，啊，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抠进去，这里是一样的，把这个凸翻转出来，然后到这个洞这里把它扣起来，两侧压紧，两手臂的话呢就会露在一个车子的一个底盘，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最后就是整个再把车子的话稍微做一个捏紧的动作。那这台车子的一个滚动性呢，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一个车子的滚动，因为它流畅到跟飞机差不多啊，非常的顺啊，这个非常顺。你看这个反弹回来的这个，对，你稍微去碰一下都能够反弹回来，可见呢它的一个流畅度是达到一个非常高分的。那最后的这个武器呢，也是有一个算是完美收纳了啊。记得是这个枪的这个炮口是朝车尾啊，然后它这里不是有两个凸吗？在这有两个凸，有两个凸，它是要扣这里有两个凹槽，从这个地方。但是这个扣这个地方呢，有时候呢，如果刚好不小心，今天自律神经失调、脑残或手残的时候呢，哎，有时候还是不是很好扣啊。有时候一扣了进去，有时候是不太好扣啊，就看当天两个人的这个感情的状况怎么样，今天还不错啊，今天早上起来精神可以啊。然后呢这个变形也就完成了啊，那有一个方向盘，然后一些简单的也算是仪表板的一个设计了啊，有一点点的一个造型。那车子的座位的话呢，是因为变形的需要呢，还是人形下可以收在大腿后方。那我们知道这个座位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给副驾驶坐的时候呢，是可以把椅子给收起来的啊，但是我们人生通常是找不到副驾驶，而不是没有副驾驶的位置可以坐。那方向盘是可以上下动一点啊，当然本身不能转动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中间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有一块这个连接部件啊，就是有个洞在这里，对不对？这个就是它这个人形的这个脊椎末端的那一块啊。那这个时候在这边，如果你这一块没有把它在人形下你没有把它拉出来的话呢，在车型下呢，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空洞啊，会漏的更多。那你没有变的话呢，一样也是可以完成变形了啊。顶多就是弹幕里头又有人说胡夫汽车日常漏变啊，日常变形不到位啊，大哥你又变错了啊，这些我都已经看到会背起来了啊，不过也是每次都故意漏变骗几个留言弹幕啊，也是一个非常阴险狡诈的家伙啊。可以看到这个方向灯是有一个简单的点缀的，那尺寸大小这个已经大家喷到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啊，这个是以前的 Deluxe 啊，这个是这一次的 Bumblebee， 那这是魔方之前的一个花车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当然还是有啦，当然没有说到做到像小比例那么夸张了啊，但确实玩具尺寸的比例来讲的话是做到已经有点小了，这个跟这个转弹的这个部分已经感觉好像已经差不多是快可以，这个已经大小好像啊不对，还是人车还是稍微小了点啊，车还是小了这个，但是感觉已经摆起来让你感觉已经差不多了。那这款玩具的话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啊，除了下盘比较就是球形关节大腿内侧比较松弛之外，以乐趣度、把玩度、人气度、车型的，特别是这个车型啊，你只要平常你可以把这个叫收起来，这个方向盘收进去啊，这个样子的情况下就塞到口袋里头呢，基本上它也不太会坏啊，基本上不太会有一个零件脆弱去碰坏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外出携带把玩，然后也可以蛮适合推坑，因为它变形很流畅很快啊。对于变形金刚的推广来说呢，这一款玩具呢是属于一个强力的一个加分项。那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